电影和记忆最大的区别就是，电影肯定是假的，而记忆分不出真假，它随时浮现在眼前。 侦探的话，会如何询问一个陌生女人？我记着阿念，她就失踪了。她被人杀死过，阿念。你最好离她远一点。以为故事到这点就结束了，没想到故事才刚刚开始。 虽然只有一半。